哎，今天呢是我们投票的最后一天哈，相信大家也都去投票了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会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，那就是庆功宴哈。对，然后也跟我们的这个候选人在一起，看看开票的结果是怎么样，一起会看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哈。好，大家都可以来，而且你可以看我们底下这个registration 这个 link， 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，那个边秦正国市长会在那个地方 ，Mitch Clayman、Jessica Martinez、Raul Ortiz 都会在那个地方。我们 interview 这几个 You First Campaign 这些人都会在那边，那当然我们也会在那边。对，欢迎大家一起过来哈，我们一起来哎聊一聊，然后祷告，玩一玩，一起看开票，而且还会有吃的东西在那里。对，而且你也可以跟这些候选人一起见到面哈，所以我们一起在那边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刻，欢迎大家一起过来哈。